一个基金会富冈巴士驾驶的劳动条件长期以来低薪过劳，而且呢资方呢从来不肯支付休息人需待命时间的加班费。资方曾对外表示说他们愿意透过仲裁的方式解决争议，但最后我们却看到的是伊甸基金会等到仲裁的时候呢才对外说，才跟工会的代表说呢，我们的仲裁是要找中华民国仲裁协会仲裁，而不是透过台北市劳动局的仲裁。透过仲裁协会仲裁，你的仲裁费用你就要10万、15万，并且要求工会支付这笔费用，这显然是完全吃定了工会弱势的驾驶。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呢，市政府却完完全全的逃避了他身为市政府该负的责任。社会福利事业应该是政府应该要去做的业务范围，是政府的责任。那我们看到呢，我们的政府为了要让节省经费，所以把许多的社会福利的事项一项一项的外包出去，长照外包，社工外包。那同样呢，富冈巴士也无可避免的外包出去。伊甸基金会富冈巴士的驾驶最终忍无可忍，从礼拜一开始正式开始罢工。那今天我们来到台北市议会，我们要求台北市长在你今天会前来台北市议会报告追加预算的市长柯文哲，来面对伊甸富冈巴士驾驶低薪过劳的问题，并且负起市府该负的责任。我们每天工作11小时，伊甸基金会给我们10个小时的薪水，对吗？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罢工？我们的诉求就是说，你还我们1个小时的加班费，那薪水竟然不给我们。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要求伊甸，你是不是要给我们排10个钟头？我今天带着我们这些罢工的同仁、罢工的这些会员，我要替他们争取福利。我们30几个会员，我要替他们争取福利。而且请会员所有的会员明天回去上班，他就是要求他给我们排10个钟头，好不好？好。伊甸富冈巴士的驾驶哦，月薪底薪常见只有17280，那许多的驾驶他必须要做10到11个小时才能够有差不多31000左右的月收入。在罢工开始了的时候呢，伊甸资方代表不断对媒体说呢，富冈巴士的驾驶平均大概都有3万左右的月收入。问题是他没有说的是，这样你的3万以上的月收入是要靠每天加班工作到10小时、11小时才有的结果。我们也不断地向市政府去做求助，但是呢，到今天为止呢，市政府当然他说我们工会的意见他会带回去讨论，带回去研拟，但是却不肯做任何更具体的承诺。台北市政府应该重新检讨标案内容，修改呢必然导致驾驶过劳的营运补助计算方式，并且在标案合约内容中以保障驾驶免于低薪过劳为前提，明确定驾驶的最低劳动条件。工会提出了4个罢工的诉求，包括呢要求要调整薪资结构，本会全体会员的底薪应该是当时法定基本工资的1.2倍，而不是长期以来都没有改变17280。同时要求呢健康补偿金的形式来去偿还伊甸基金会长期积欠富冈巴士驾驶休息时间人需待命的加班费。那另外呢包括缩短工时以及强制退休补偿金，这4个是我们伊甸工会的罢工诉求。而我们最终呢，我们主张呢社会福利事业必须要由市政府来受惠公民。我们看到的是呢，许多社会福利事业长期以来被外包给民间单位，结果就是社会福利的工作者劳动条件低薪血汗，而且呢服务对象的被照顾品质正是一天比一天的低下。那我们主张市政府应该负起责任，不要再外包任何的社会福利，由市政府收归公营。大家都知道台湾为什么现在那么低薪那么血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部门带头把这些像福利事业的福利有关福利事业的一些员工的薪资把它外包出去，外包出去之后的薪资又降低，然后市府撇清这个责任，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像伊甸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小缩影而已。我相信还有很多的基金会福利事业跟他们一样，回复这件事情。来，谢谢。来，上来。
则上在半个月之内会有一个那个会。半个月之内，那就是要我们再继续罢工半个月咯。因为你这个一定要一点作业的时间嘛，因为你包还要跟他们讨论。因为当天到现在已经第三天了，都没有一个回应，再拖一个两个礼拜是要我们再继续罢工，两个礼拜，是这样子吗？看尽快的话也是，不过因为事情处理还是要给时间嘛。如果说要给你马虎糊弄你的话，我可以说明天给你答案嘛。但是要给我们时间处理嘛。我们在罢工之前就有跟那个供应处、跟那个他们跨区处已经有请李庆芳会员跟我们邀约，我们已经在那个已经协商过好几次，他们当过没有一回事。我们罢工不是事情就对了，那我们这些劳工就该死就对了。那我希望你一个确切的日期，三天一个礼拜，我还可以接受。你要给我们两个礼拜，我们两个礼拜就再继续罢工，是不是？那个伊甸工会这边，他的雇主是伊甸基金会，所以劳资争议的部分是工会跟基金会这一边。那我们是不是就一个尽最大的努力来协调工会跟基金会这边，是不是有一些争议的事项能够去做一个处理？那市府这边的话，基本上来讲，我们会找基金会，因为我并不是基金会，我没有办法去帮基金会承诺说工会可以怎么样。但是我们会做这方面的努力。刚刚已经一直讲，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跟基金会做协调。那这个部分包含说，礼拜一的部分工会有提到的一些，比如说契约的部分，新契约标案的部分是不是做一些调整的部分？我们这部分是市府在做的部分，我们会去努力做这一块。伊甸劳资争议，伊甸劳资争议，市府主动介入，市府主动介入。台北市富康巴士这个服务案是台北市政府委托给伊甸基金会来做服务的，好了。那台北市政府他委托给基金会的预算，就是他每一趟我们接受申单朋友每一趟的预算是248元，但是这248元包含了所有我们必须支付的成本，好，包括说油资。然后办公室费用、水电，然后人事费，然后行政人员的费用，维修、保险等等，这些都在这个里头。所以它并不是说我们补助248元就有办法把说248元直接给加薪，因为还必须负担其他在运作上面所产生的相关成本。驾驶薪资这个部分我们要再做的说明，因为我们富康巴士整个的运作就是申请站朋友订车，然后我们就派车去。所以当时在做薪资的结构的设计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说驾驶是愿意多来服务身心障碍朋友的，所以我们在薪资结构的设计上就是希望驾驶能够多跑一点，然后就有多一点的收入。所以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就设计了一个本薪是1700-1700-280这样的本薪，每跑一趟我们有两个部分是属于驾驶的收入，一个是一趟10元，另外一个是我们跟乘客收的车资有一半就是归驾驶的收入。那如果基金会所有的驾驶都是周休二日，都周休二日，然后如果正常工作8小时，就是我们一般上班的时间，那薪资大概会是落在25000块左右。那我们的薪资整个的工作模式，它有点类似像娃娃车的驾驶，它就是所有的成本都是基金会来负担，那它只是很单纯，就是每天早上来看到今天要去载谁，然后就去载，然后就完成它的工作。所以就这个部分来看，我们跟外界比较起来，我们其实驾驶的薪资还算包括其他的福利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福利加进来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大概是在一个市场普遍的薪资结构的条件里头。